陈正昌陈副主委，掌声鼓励欢迎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高雄县副县长叶南明叶副县长，谢谢副县长。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黄昭顺黄立委，欢迎立委。还有我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科长简明雄简科长，欢迎。以及呢，我们的纳玛夏乡的乡长伊斯坦大夫宋乡长，欢迎乡长。还有我们的茂林乡的许正中许乡长，欢迎许乡长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中华电信的南区分公司副总经理叶继茂叶副总，欢迎叶副总。还有我们行通分公司的经理林瑞斌林经理，欢迎。那么还有我们的协理林景池，林协理是我们远传电信的协理。还有我们台湾大哥大的副处长杨武忠，杨副处长，欢迎。我们亚太电信的协理丁玉宽，丁协理。威宝电信的协理杨天文，杨协理，欢迎杨协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很开心，为我们这个工程呢可以来今天呢顺利要开工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感谢就是我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，所以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副主委陈正昌陈副主委上台，为我们。